一立起以后啊，他只要一抬头，立刻想到王菲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的天空为何沾满湿的泪？边啊朋友甲讲，还是不是王？哎，不是泪，还是因为都听我天花板啦、啊！我要向石门海湾新城的这个住户们道歉，因为我在十几年前开始上关键时刻的时候，就曾经讲石门海湾新城。